高者得啊，开始起，开始起拍了啊。感谢小猫弟的十个棒棒糖，好，现在价钱是十个棒棒糖，有没有比十个棒棒糖更高一点的？好，紫金是66个棒棒糖，好，目前紫金最高啊。好，3、2、1，好，没有人了，好，紫金以后我就是你的保镖了啊。出门带个1800万的时候，记得叫我，我给你保护着你的钱，保证不让别人拿走，就我偷偷拿走就行了。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公屏扣的屏，然后那个大家来选一下我们接下来要去看的舞蹈啊。第一首叫惊鸿舞，第二首红颜旧，第三首是四美飞。大家喜欢哪个，然后公屏要把哪个扣一扣就可以给他花了。好的，对，喜欢哪首曲子公屏要扣一扣。好，我来截图准备。3、2、1，好，第三首是四美飞，那一首四美飞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那四美飞我就不是女侠了，我就是一个妃子。皇上吉祥。皇上们吉祥。妃子。
谢谢。谢谢大家的夸奖，喜欢欣欣的记得帮欣欣点一点右下角的直播时通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感谢风雨无阻，感谢大家的小礼物，谢谢大家。然后没有点直播时通知，这里直播时通知帮欣欣点一点。然后下面没有签到打卡的，记得点击这里签签到，然后就会有好多小星星，我有15个，你们有多少个？把你们的小心心点一点，点一点，点一点，我们往1500上一上。谢谢大家，好饿啊！每天这个点儿轮麦，好饿、啊。古代的时候，哪有一个女的，我穿成这样已经够不保守了，我上面露了这么多了，人家古代都要活到这里的，好吧？都要戴着面纱。都有人跑到这里说我唱歌太难听、啊、我唱歌难听现在这么出名了啊！侠客岛是什么地方？古代人也喝矿泉水吗？古代人喝水，我是穿越来的啊！现在晚上不播，只中午播。然后等一下中午的时候我要那个尬舞，所以等一下就是轮完麦以后我就不回直播间播了，然后踩踩台，然后等2点9:63尬舞，然后尬完舞再回自己直播间播。还有50多秒的时间，大家要看舞蹈吗？哦，大家选一下衣服吧。我要穿什么衣服来着？哦，大家选一下衣服啊，大家想看那个就是那个紫霞仙子那套衣服的扣一，然后哎算了，我给你们写。粉色古装扣二，然后紫霞仙子衣服扣一，好吧？来不及了，我来截个屏，准备，是不是想看一的比较多？准备3、2，感谢永峰啊，一，好，粉色古装，行，看来你们与紫霞仙子无缘啊。想有请我们的迷糊带给大家好看的舞蹈，我就拜拜。